里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爆开它，看看是不是你心里都想的那副美丽画卷的爆浆蛋糕。就从最底下开始吧，我再不爆开，我跟你说，葡萄味的香芋籽就真的沉完掉了。哦，你看我没说错吧，这个紫色真的好好吃，但是它就是很水的那种感觉，因为是葡萄味的。然后我们看我们的海苔味的绿色好不好看，三二一走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好紧哦，按一下还是好看的嘛，虽然没有留多少，但是很好看，因为这个海苔味的弄得比较粘稠。那我们的第三层，哇，喜气洋洋发财红，拎下来真好看，我感觉这个位置还有那种大红灯笼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来，最后一个哦，看到这个视频的你，接下来的每一天那都是开开心心、事事顺遂的哟。来，我们的亮橙色，哇哦，在这儿给它滴上两滴，很多人为的东西还是好看的，其实，呜、哦，挤出来，挤出来，哇塞，太漂亮了吧！我没骗你们吧，绝对了，只要加上黄色，一定好看。来，我们今天在这里撒上一点点痘痘，好不好？这里，这里，哇。这里就是你知道吗，就是在做蛋糕的时候呢，随意的一个撒的方法其实真的很漂亮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是不是？关注我，下个视频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。